这是快递到了啊。谢谢，谢谢朋友们，谢谢。还有这么多朋友送来礼物啊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不要再花钱了，好吗？嗯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数一下啊，一二三四，有这么十来个礼物。嗯。谢谢，今天做了得有五六千人啊，十来个人送礼物啊。挺好，挺好啊。谢谢。也不是怎么不合适了，这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不要再花钱了，好吗？对，那个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发现今天在座的朋友有很多，嗯，很多朋友，谢谢谢谢，哇，这儿都有人，这儿都有人，你们这个位置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怎么呢？这边的朋友特别心疼你们，有可能整个一场都看不到我。你们是不是疯了？花钱买票买这儿来？能看见我吗？能看见我吗？这不就是我碍事了呗？那就是退票。好，嗯，这能早下班了啊？怎么回事？哦，补票啊？怎么还有赌票呢？就觉得这个钱花少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，天津这么多有钱人呢啊！没事，可以往台上扔啊。哎，对，什么金戒指、金砖啊，拿我当梅兰芳好吗？对，你会成为梅兰芳的。嗯、哎呀，谢谢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天津演出了，好多次了。天津啊，这是曲艺之乡。嗯，每次来天津演出的时候，心情特别的忐忑。是啊，特别害怕，有点这个紧张。因为天津很多朋友都懂相声，都喜欢相声，爱听啊，爱听曲艺之乡嘛。嗯，什么京韵大鼓，对，相声、快板、天津快板、评书，很多都是在这儿长大的。哎，对了。所以说我们每次来这儿心情都会紧张。嗯，好在是什么呢？怎么好在我们就比较红啊，就是好在不要脸啊。当然不要脸，这是演员的这个基本素质。对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。当然了，就得不要脸。嗯，我们行里有这么一句话叫要脸就是不要脸。哎，不要脸就是要脸。对了，仔细琢磨其实很有道理、啊、说我这个人啊，我台上我要脸吧，嗯啊，我羞涩一下，我要脸，因为台底下那么多人呀，我要脸，一要脸观众这干嘛呢啊，这不是不要脸吗？哎，对了，我们花钱看你羞涩来了。哎，我们花钱看的就是你不要脸，知道吗？我们台上撒开了，呵，拿出我们的好节目奉献给大家。嗯，大家觉得呵，这个演员啊知道要脸，这票钱值了。当然了，要钱就是要脸啊！啊，差点把实话说出来，就是想要钱，就是不能要脸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基本素质。嗯，满坑满谷的观众，我们得对得起您。是，拿出我们的好节目奉献给您。太好了，朋友们都知道啊，相声，嗯，两个人往这一站，嗯，这叫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对口相声。哎，对呀，形式简单，是，只有两个人。一人一个话筒啊，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，对，打到您的耳朵里，哎呦呦，进入您的思绪里，嚯嚯嚯，一琢磨，哎呦，我、哎、天，你疯了吗你？你配合我干什么？废话，你台底是不是查字典了你？没有，没有，说这么溜啊，这边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吗？嗯，把这个好包袱，哎呀，大伙儿心花怒放，对，说明咱俩得配合好，特别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他说对了啊，啊，得配合好，哎、没错啊，两个演员往这一站。嗯，一捧一逗，哎，逗哏捧哏，关系配合要默契。对了，好比是什么呢？什么呀？红花绿叶这么陪衬着，哎，有这么一比。对了，有的朋友说，红花绿叶逗哏的是红花吗？啊，对，没人搭理你都。好家伙，你看观众朋友们这个渴望的眼神啊，谁渴望？逗哏的就是红花，哦，捧哏的就是绿叶。啊，对了，一般这个绿叶啊，啊，要比这个红花要大一些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遮阴儿啊，那可不是吗？嗯，难为这边的朋友了啊，哎、对对，基本看不到我，哎、不好意思啊。
净看印儿了 一会儿我捧一个好不好？想下了心了，那个吓死你自己啊！我们是红花绿叶，哎，有的朋友说光有红花没有绿叶可以吗？不可以啊。可以，是可以的啊。今天我给大家演一段单口相声啊。哎，床前明月光，哎，疑是地上霜，哎，举头望明月，你回家，低头，郭德纲，大姐，你怎么了？你低头郭德纲，我是不是有那么个小吗？你要不说谁知道啊？不是，您等着，什么意思你？怎么改单口了？就是光有红花没有绿叶就可以了？不可以。你见过那直挺的花吗？那除了葬礼的别那花别的是直挺的，知道吗？有花就得有印儿。你看那送那花了吗？也都有印儿。真行着人，谁送的？拿走，拿走。对，不是，你看两个人聊天啊，一般都是这么聊。嗯，大哥，今儿天不错，咱上花园瞧瞧花去吧。对，逛花园啊，都这么说。你听过这么说的吗？嗯。哟，大哥，今儿天不错啊，咱上叶园瞧瞧叶去吧。有这么说的吗？那光有红花没有绿叶，这必须有，这配套的。有花就得有叶吗？有花就有叶，是花就有叶吗？多新鲜呢！别让我问住了。你问呢？霸王鞭有叶吗？霸王鞭。仙人掌有叶吗？仙人球有叶吗？你都怎么琢磨的你？啊，咱说那个花四季的开的那个花什么？瞧这模样，您说那个盆栽那花儿，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？花儿，嗯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怎么说？我站在不动地方啊，我能跟你说出200多种来，光有花没有叶？不能，嘿嘿，你说呀，你听着啊，来呀，冬天下雪了，呦，你看，有这功夫治治嘴，听我的。治嘴干什么？您这什么嘴呀？这叫冬天下雪了，雪了还？你是不是喝融雪剂了？你，我北京人说话有点。你玩去，你哪儿人？你哪儿人？郊区的。北京郊区哪儿的？郑州。您这个郊区就是远了点啊。这说这干嘛呀？冬天下雪了，雪花吗？天上飘的那个雪花有印吗？雪花呢？可能没有。谁说有？站起来，我看看。你说你公愤了都快。没有。你看群众眼睛是雪亮的。你确定有吗？那我换一个段子。你要说有，我说不下去。这个段子进行不下去。这就是红花，你瞧瞧。两个人聊天一般都这么聊。怎么聊啊？哟，大哥，今儿天冷啊，天上飘雪花了。是是是。你听见过这么聊的吗？大哥，今儿天冷啊，天上飘雪叶了。飘雪。没有这么说的吧？这是别扭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就是新鲜啊！你们这么喜欢抬杠吗？天津的支柱产业是抬杠。干嘛？你说干嘛？你说干嘛？干嘛不行？干嘛？嘛？说的嘛？那个忘了。哎呀，第一个节目就这么坎坷。我说我不来，你非让我来。你看刚才我说的好好的，我都铺的好好的啊。我说天津不好演，你知道吗？白铺。炒菜搁点葱花有印吗？我都不好意思说没有了。
你撒点盐花有印吗？这没有，这盐花哪有印，胡来了、你别往回拽，拽不回来、是因为我在想后边怎么办。哎呀，媳妇哄得了。那个大海那个浪花有印吗？耍一趟刀花有印吗？扎一趟枪花有印吗？俩猫在那撒花有印吗？大姑娘那个变花有印吗？班花有印吗？班花。校花有印吗？萝卜花有印吗？有。我可逮着了我。吓死我了各位。我可逮着了。这句他要不逮我，我死这儿了。我必须死这儿了。废话，你甭划过去啊。萝卜花有印吗？分的萝卜能没印吗？这地里种的大白萝卜得滋印啊。您说的是地里长的萝卜。你什么萝卜？门说的那个。还门说的。我们说的是眼睛里长的萝卜花。就是晶体混浊那个玩意儿是吧？这是一种病，眼睛里长萝卜花、没听说过那位眼睛长萝卜花滋出四个印儿去、没事还得拿剪子搅。嚯、那都好看吗、那是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你甭说这个啊，就连树都有没印的。哇，终于入活了啊。您等会儿，树没印的我太知道了，那死了那个完让雷劈了那个都没印。我看你像被雷劈过。也不是怎么瞧出来的。我们说的是正经的树，没死一棵树，光有树干没有树叶，病虫害怎么防治，怎么浇水，怎么施肥。我瞧您的手势、有点邪教那意思。真好。知道吗？行了，这哪儿好没瞧出来。不是您这不还有这个玩意儿呢？当然了，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中国。我说在中国我能不知道吗？发生在美国。啊、就外国。对了，美利坚合众国。是，美国的首都叫做华盛顿。花生豆啊，那不是叫果仁儿那玩意儿？花生豆干嘛？华盛顿。在华盛顿的二环路边上。二环路边，人那儿有二环吗？这相当于北京的二环路。就那个外环线。对了啊，长了这么一棵树。是。光有树干没有树叶，哎呦呦，病虫害怎么防治，怎么浇水，怎么施肥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美国科学家面前。哎呦，不知道，他们都傻了，嚯，全都懵了。又还懵懵了。哎呀，后来这件事情被美国的总统啊，现在美国总统是谁？特朗普。现问呐，特朗普知道了。哦，特朗普，得亏特朗普有一个手下叫王富贵。对，王富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说我有点不太明白了。就特朗普那外国人长那样，那个美国总统手下有一叫王富贵，这都是什么关系进去的？这王富贵是我同乡，我们俩人不错、他打工打到那儿去了。也是郑州的。有本事，人家有本事。那是河南人有本事。对，他知道我在植物学上有一定的建树。哟，你还在植物学有建树呢？我植物学家呀。哎，植物学家，你要吐啊？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你看哪呀，干嘛？问题是，你看哪植物学家这么说？我植物学家呀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，我开心呐。不是你还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能耐呢？有。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王富贵，你打啊？他让我去一趟那个美国。哟，我骑车我就去了。你骑车，你等会儿吧。我怕他那个。对，你骑车奔火化厂得了，听我的。那骑车到得了美国吗？我说到美国了吗？你不是骑车去了吗？骑车奔机场。去机场骑车去？那怎么了？滴滴像我这模样打滴滴多危险。我觉得您这模样可能挺安全的现在啊。你瞧这模样，哎呦呵，我都替司机危险啊。不是，天津所有观众都是捧哏的吗？你们都学过是不是？问题是您这模样还有什么可危险的？纳了闷，挺危险。我就骑车奔机场。哎，到了飞机场给我气坏了。怎么呢？那么大的一个飞机场，嘿，连个存车处都没有。废话，谁知道有骑车去的？
我就踹碎了。我踹碎了话，买一张飞机票。买机票。嗯，奔美国。这都去了。到了美国，下了飞机，怎么着？有一专车接我。哦，拉砖的车。什么叫拉砖的车呀？你专车不是拉砖的车吗？专门接我的车，还专门接你的车。我问你，见过两开门的车吗？两开门，那小跑，跑车。对了，见过四开门的车吗？是汽车就四开门。那你见过三开门的车吗？三，完了，接我的车三开门。三开门。哎，仨门都在一边，我从中间上，两边下。上去之后，嘿，我从兜里掏出一个，咱们石家庄管那个东西叫卡，全世界都叫卡。刚要刷，我问那大姐，我说大姐，白宫怎么走？啊，大姐说对面坐去。嗨。坐反了，我上对面坐去，花了我四毛钱，四毛钱啊！到了白宫，哎呀，特朗普领着我，嗯，看到那棵树了，是，我就告诉他们，这太简单了，哎呦呦呦，病虫害怎么防治，怎么浇水，怎么施肥，这是什么树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全都告诉他们了。哎呀，好家伙，特朗普都傻了，特朗普，他准备赞美我几句，哟，拉着我的手，赞美你，能夸夸我呀？还夸你？哎呀，你这个小孩真聪明啊！哎呀，我的乖乖！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这是特朗普，这是你们村长啊。他那个国语是跟那个富贵学的，啊，就学成这样了。嗯，啊，真改造人，你们。你这个小孩真聪明啊！哎呀呀呀呀！我不能叫你贝赖呀，还贝赖呀？我得给你拿钱，拿钱花花，有奖金？那当然了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啊，人民币100万美金。人民。哎，那个。这钱花得出去吗？人民币100万美金，这到底什么钱啊？是人民币是美金呢？就相当于美金好几百万。美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这美金好，这到底什么？反正不老少。是美金100万？你听见什么了就退票？不是我到底多少钱？我挺关心这个，我还怎么了？我感觉我好危险，我现在。你是有点病危那意思了，我跟你说，有点。就很多钱，上千万。这就上千万了。人民币啊。哦、怎么了？我数学不好，怎么了？我数学不好都要退票啊？你说这玩意儿，这挣钱也太容易了，你说是？哦。相当于人民币，反正1000来万吧。哦呦，怎么了你？1000来万。嗯，这钱的底朋友们什么时候？告诉大家一个小道消息，还小道消息。明年的4-5月份，明年开春，咱们北京，北京的通州区，原来叫通县，也要长这么一棵树。哎呦，一模一样。是啊。中国的科学家到时候也得找我，干嘛？他们也有奖金，人民币差不多1000多万，估计明年4-5月份我去不了。你这病危了是怎么？什么病危？什么病危？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栾云平，他媳妇生孩子，我得伺候月子。您这挣钱生产两不误啊，这玩意儿。不是您等会儿吧？去不了。这都什么理论呢？人栾云平媳妇生孩子，你伺候什么月子呀？啊？我愿意。我劳动了，怎么了？哦，那你应该负责那叫。不是您什么意思？不是。就是中国这奖金就是您是挣不着的意思是吗？嗯，就是全中国就您一人知道这个，就我一人知道怎么回事。哦，就是，哎，这聊天啊，聊天越来，我现在瞧您老高大了，现在，就是您对自己这门就是这个技术还是这个学问，您保守吗？我不保守。就是别人向您请教，您教给人家吗？我当然教了。有什么说什么呀，我这人一点都不保守。哎哎，月儿，你告诉我怎么啊？哦，你想学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想学，我想挣钱。你直接说呀，我这个人不保守。我这是不就我就不我怎么这么着吧？啊，您交给我啊，我这1000来万挣到手啊，我呀，我请你吃冰棍儿，怎么样？好大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冰我买冰柜怎么样吧？
冰棍冰柜都没关系，不就是想学吗？大大方方，岳老师，岳明星，岳大腕，我想跟您请教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怎么还岳明星岳大腕了？嗨，我虚伪，就是什么，就什么意思呢？我可以教给你。不是，我说实话，我是想挣钱。想挣钱我可以教给你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看我说得分钱吧，有条件吧？不是钱的事儿，不是钱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是怎么学的，怎么教给你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学的，怎么教给我？对。那我肯定是你全套我都得学呀。当然了，没问题呀。好吧，不是，那您是怎么学的？我呀，啊，你等会儿，您那不是好学了的？我怎么觉得像？让我悄悄地告诉你。不用，您大声说出来啊。我呀，啊，我是怎么了？给人家啊，给人家怎么了？当儿子学来的。给人当儿子学来呢，你要跟我学这个，嘿，不用当孙子。哎，就废话，我往下当像话吗？这个不是您什么，就是我得给您当儿，不是您这个，我挣一千来万，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，我什么？这哎，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不是你废话，给我当一辈子儿子，我美死你。我浪死你！不，什么叫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？您说，半的小子吃死老的。我在外边拼命挣，拼命挣，拼命挣，你在家拼命吃，拼命吃，拼命吃，你要吃死我呀！不是一辈子，就这么一会儿，就摊上。你学完了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逢年过节，你要是给我买点东西，这算你的孝心。哦。如果说不给我买东西，我也不挑你的理。那好，两个人走在大街上，你要装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说什么。太好。如果说走到死胡同，两个人实在是抹不开面了，你抬头问我一句：“爸爸，你干什么去？”挺好。你就别着吧了，别就你应该说听相声去。哦，就是台上就是教完了，下台咱俩老就是不往来的，就是老死不相往来。对呀，可以啊。行，学吗？学。行，挣钱谁不去啊？我现在就告诉你。你告诉什么？其实啊，最早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外国，这根儿在哪儿啊？发生在国内。还是中国？当然了。哦，在河北、山东、广西三省交界处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这交得上吗？这个，这三省挨着吗？这玩意儿啊，河北、河南、山东三省交界处，哦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有这么父子爷俩前去捧地去，哦，就捧着捧着地，哦，儿子抬头一看，发现一棵树，是，光有树干没有树叶，怎么回事？他就问他旁边的父亲，啊，他的父亲在他的右边，哦，他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父亲一听就明白了，嗯，滔滔不断，连绵不绝，都告诉他的儿子了。他的儿子在他的左边，然后呢，老有这个，他儿子一听就明白了。是是是，你明白了吗？不太明白，我还挺天真的，我觉得，不是，你这不就是父子爷俩交谈吗？对，就这意思啊。嗯，就是农民种地是吧？啊，那行，那行，来，您教我，咱们先捯饬一下。什么叫捯饬一下？干嘛这是？因为在过去啊，这个太阳呢比较毒，哦，就是太阳晒，老年间嘛，啊，那会儿后羿还没有出生，所以说有十个太阳，这还有点玄幻剧的意思了，就怕把这个脑门啊给晒爆裂了，哦，怕把这个脑子晒爆裂了，对对对，就这儿，就这儿哈，嗯，那您上面这怎么办？这儿啊，啊，这儿已经爆裂了，就怕它散了，哦。这就是那八橘子给箍上，哎，哦，哎，那我也这样啊，跟我学呀，啊，我跟您学哈，嗯，哦，我也把头包上哈，是吧？这个哎，是这样吧？嘿，还挺凉快。那是，这个拿我当电风扇了。这我系哪边？这个甩哪边？我来啊，我我眼珠子都快出来了，好家伙，哎呦，这太紧了，我这，哎呀，我呼吸有点困难了，我的，不是，这样就行了哈，哎，这就顾上了哈，
这个好比是锄头。哦，这还扛着锄头干活的啊？扛在肩膀上。哦，那我就跟您，我跟您是吧？跟着我学啊。还要学？对，这儿还有四句唱，要跟着我学啊。这还有唱呢？那当然了。哦，我还跟您学啊。哦，我也这样哈。啊，好，行。咱俩是抬棺材呢，咱俩。你不让我跟着你，跟我来啊！啊，您来，我哪知道干嘛是？今天没有事儿了。这是哪儿出的声儿？这是？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我没痔疮啊！来来来，不是这我也唱这个啊！跟我学吗？我跟您学啊！您再来呗，再来呗。今天没有事儿了啊！今天没有事儿了。我比他还怯呢啊，比我还垮。嗯，您稍微等一会儿，我没事你也没事，像话吗？你不让我跟着你学吗？这你得唱第二句。哦，还有第二句呢？那当然了。哦，第二句什么？第二句是前去胖胖地儿了。你等会儿，你没事儿，我胖地，你怎么那么懒呀你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爸爸呀。你等会儿。我就没反应过来我啊，不是你就是我唱这句哈啊，前去胖胖地啊，打头来啊，打头来、啊、今天没有事儿了，前去胖胖地儿了，来在这地头上嗯哦，你是不是有点便秘啊？前去胖胖地儿溜，你稍微等一会儿，我们还等会儿。你们家多少地啊？你不让我捧地吗？你不能老捧地呀、啊。那怎么？你唱第四句了。第四句什么词啊？合着你不会呀、啊？我要会，我给你当儿子呀。哎，也有道理、啊。不废话，你教我呀！你唱第四句。第四句什么词儿？第四句好啊，发现目标了。发现目标了啊！哦，动作、眼神啊，这还有动作呢。哟呵。哦。看见了树木有印儿了。啊，这就看见了。这就看见了。哎呦，这都快啊！这个。唱完这四句，还有四句白口。您这还有白口呢？那当然了。什么？记住了，动作、口气跟我一定要齐齐。咱俩得合拍，不齐齐还不行。那我听听什么词儿？放下了出，一出二出两三出啊，胖到了地头戳下了出，嗯，不用出。这嗯是？这个闪一眼落在板上，这还有眼有板呢。那当然了。哦，行，从头来。我还得有动作是吧？嗯，今天没有事儿了。前去胖胖地儿溜，真难听。哎呀，来在这地头上，哦，来点乳酸菌吧，听话点。不是大哥大姐，你别那么笑行吗？弄得我害臊。我还有动作哈，这是。嗯，看见了树木有印溜，放下了出，一出二出两三出啊，胖胖的低头戳下了出，嗯，不用出。行，这都算学完了。明年我就挣钱去了，挣完钱我把户口都消了。我说拿你儿子，谁认他呀？哼，我明年挣完钱，拿你儿子买房买车，嗯，拿你儿子早点。1000万且花一阵儿呢，我就干嘛呢？算账呢？算什么账？你打我干嘛？我这喊你呢。你喊我啊？你喊我什么？我说俺、啊、你儿子啊。那我呢？你得答应啊。你告诉我答应不就完了吗？哎，
哎，哎不行，哎不行，哎怎么有爸爸切儿子不切的吗？让各位一瞧，不像亲的。废话，压根儿也不是亲的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也这样？我哪样啊？横打鼻梁，一拍胸脯，哇，这不是男的爹吗？你叫儿子祖妈呀，记住了吗？其实学不学无所谓了。哦，就我这还得就是那这个哈，嗯，就是横打鼻梁哈。啊。哇，爹呀！哇，你在缺了氧，你在。打头来，对，打头来。今天没有事儿了，恰恰胖胖地溜来在这地头上，嗯，哦哼哦，瞧瞧去吧，嗯，看见了树木有叶溜。放下出一出二出两三出啊，旁边的地头说起了出，嗯，不用出，真奇的啊！我说男的儿子啊，哇，爹呀，哇，你叫儿子走嘛呢？儿子，你叫爹走嘛呀？我揍你！我干嘛？你装什么傻你？啊？哎，玩反问我一句，我叫你干嘛？你不知道？啊？你爱听这句是怎么着你？什么玩意儿？跑着占便宜来了？你叫我干什么？啊、我叫你，我叫你，这树怎么没有印儿？我问你干嘛？啊？你问了吗？我。没有问我，上来就打。我是谁？啊，行了，我是你爸爸。啊，行了，我是你皇阿玛。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我是你老豆。行了，没没了了。你没问上来就打，像话吗？要不就喊你问你不就完了吗？你得问我呀。啊，是我怎么问你？我这样问的，爹呀，你看那个树怎么没有印儿呢？我这不就告诉你了吗？喊一问你就后边的没有别的啊，就喊完很快就告诉你了。行行行行，爹呀，哇，别忙，你打头来。那你这一句你答应什么呀？今天没有事儿了，恰恰胖胖地儿溜来在这地头上，嗯嗯嗯哦，好多了，嗯，看见了树木有叶溜，放下了出一出二出两三出，胖胖的地头戳下了出，嗯，不用出。就这奇迹！我说男的儿子，哎，爹呀！哇，儿子，你叫爹祖妈呀？爹呀！哇，念棵树怎么没有印儿呢？哪棵树啊？念棵树哪一棵呀？念棵树，你把眼睁开，那、啊、就眼头的这棵树。